这里吧，这里，他打了哪位了？这个可以试，味道比较浓。味道不一样了，这里就没有说什么了，你挖看看就是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嘿。有没有不一样的味道？我来吃。那个味道比较多。比较浓，比较花香。对，因为它不一样。这，哦，我们煎煮就是说要有烘干，像这样起来有，哦，这样烘干。有烘干这样哈，像这样没有关系。那比如说这一片嘛，你最起码要有八成。对。里面有没有？这个是那花粉，里面的花粉都是这也是花粉，这个是花粉，那个是花粉？这个是花粉是蜜蜂的蜂粮。对，这个是有三四种的花这样。这个是直接这样吃哦？对呀，啊。这花的味道好重哎。花香的味道，用那它这是全部都是自己，就是把它蜜蜂自己把它结成这样一球一球的，持续坚持的方法，然后采收熟成蜜。